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是云南玉溪鄂山上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个单独的车间，制粉车间，里面所放的就是我们的设备。 就是我们的 MTW， 是在2015年12月份投入使用的。这个设备呢，主要磨的是风化酶，磨完之后呢，做腐殖酸使用。